张韶涵三 C 控砸百万搜集，我真的是宅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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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宅女。宅女张韶涵要来秀的宝贝是名牌包吗？错，是亮亮的钻石吗？错，是这满桌子的啥？我算是一个还蛮执着，就是对三 C 的产品很执着的一个女生。Yes， 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 C 狂 ，MP3 手机到笔电、电脑还有平板电脑，根本是水果牌症候群中毒患者。她什么样的产品都买，目前总计300件收藏，价值超过百万。那时候刚开始，蓝牙才刚出现的时候，然后我特别去贴钻。这么大的蓝牙应该有点历史啊。不行吗？感觉像那个。人家客服小姐在用的那种。看这是什么，你就可以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就是高科技的感觉。再一次，这只是你没有听说，你就可以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开始充电。我严重认为你买这个只是因为它的充电的方式比较炫，要不然觉得听说最近好像有一个你的新宠哦。对，我的新宠这个东西，你看是不是又是小又可爱呢？真是适合女生戴。灯要关掉了，对，这样子，对，你看，它就是一个什么，LED 是不是 LED 的这个键盘，数位键盘，它只要连接蓝牙就好了。那它的键盘有中文吗？唯一的，唯一就是缺点就是它现在还没有中文哦。然后我就会开始，有吗？有，可是现在中文呢？哦，因为彦琪的键盘是中文。哦，对对，因为你的键盘是中文，哦，所以它是可以打中文的。苹果的新闻小米还没介绍完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也太大一袋了吧！很重，我自己都拿不起来。这里面全部都是急救的用品。我大概准备的时间大概是3年以前吧，因为看到几次的那个什么地震啊。我就觉得好可怕，我觉得应该什么东西都要准备得好好的。这是尿布，因为我们家很多只狗狗啊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有问题的话，我一定要都把它们一起带走，然后我就会有尿布之外，然后还有它们的粮食沙袋，就到时候要包扎。我想得很远，但是也许有一天又用得到。苹果的新闻末日时记得跟着它报道。